派性非常敬业，舞台剧各方面，他私人的时间通通几乎是奉献在舞台上。谢谢。而且我自己也是歌者，这个自己心中也是非常欣赏的歌手真不多，您就是其中一位。哇，谢谢。而且我经常，难怪你歌唱得这么好，耳朵这么好。而且经常还靠了您的影子啊，在吃饭。靠着我的影子？哎，我常常在模仿歌星的时候，都不会落掉这个蔡琴的模仿。哎，大家想看看，你真的靠着我的影子在吃饭。哎呀，那我要好好检查一下，你这个有没有把我这个影子弄歪掉？哦，那这个蔡琴歌唱，她的眼神。可是我很难学，我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。不不，你特别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过于高雅，你学得来吗？不会不会，你就是这种高雅的眼神，跟观众在四目相交的时候。这个也可以学吗？可以可以，你那个眼神最难得是怎么样？有一点迷惘彷徨，对着远方的时候，眼睛不用睁大。但是又好像寻找到了目标，又睁大又失落，就是这个感情。这样子好了，不如具体一点，我给您来一段蔡琴的歌，她的表情眼神看看。哎，真的来了。那样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就怕你会看穿我的心。我的心在澎湃，想要说明白，你不要想流汗。好厉害啊，也是个调调吧。好可怕，我不知道我眼睛怎么唱唱会这样突然这样放大再说。稍微你是夸张了一点，因为学人家都要夸张一点。是是，说不容易，费心。今天模仿您啊，我又记痒，想起昨天前两天周华健在这里表演过是吧？我赶快让开，我知道他干什么，很可怕。听说本地朋友也很喜欢，我也给您来一段好不好？一男一女嘛，周华健的歌声您听听看。耶、大家好。纷飞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万般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？真情深情，你给了谁？可以吧？哎呀，把您给吓得跑了那么远去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吓跑，你知道，我刚刚说我的歌舞剧，我自己就是制作人。制作人啊，除了自己，万一他会演戏，他可以当演员之外，他还要欣赏，还要搜索，还有什么可造之才到底在哪里？你觉得我可以？我觉得你让我非常的这个疑惑呀。哦，可以加盟您的剧团。不是，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。哦。你当然以你的才华简直是没有话讲，但是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学别人的时候比自己唱歌还精彩呢？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动都不动。啊，哎。哎，自己学别人，别人一附身以后，他突然生动起来。哎，那奇怪了。所以你这个人不适合当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这真是，我将来要好好改进改进。你改进，你不用改进，你这样以后呢，我们来学费玉清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专门负责学别人。如果你们要看他表演这个模仿看个不停的话，那咱们就退了。哪里哪里，以后也不用请看你来看，自己就可以学了嘛。就像您这个衣服的颜色一样，您是红花，我是绿叶。谁的歌比较红？听前奏，大家就会就掌声，表示你对这个歌肯定，你就用掌声告诉我们两个，到底我们两个谁比较厉害？谁对谁的歌熟悉？对，观众对谁的歌熟悉？麻烦，给我来一首我的歌曲给你。好的，我来听听看，掌声准备要公平啊！哎呦，只不过前奏哎，你看看，大家都熟，一剪梅嘛，哎呦，明月又来帮忙了，谢谢。真情。像草原广阔，真恨风雨不能阻隔，纵有云开日出时候，
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不怨无悔，此情长留心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都熟悉耶，你看真好听。费玉清的观众朋友啊，应该也是不少，这样一听就知道。哦、但是属于跟蔡琴的观众比起来，比较歇斯底里。哦。你看我的观众没有人发出声音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用前奏再来证明他们隐藏的热情。哎、马上迫不及待。到底有多少人在？啊、不能再隐藏了。啊这首歌红的时候你还年轻啊，来了，再次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还好没人合唱，没有看到人家嘴巴跟着歌词走的，有吗？完全正确。在黑暗中，大家很含蓄。这是表示你的歌真的红得非常彻底。你别再称赞我了，真好，还有歌曲呢。这是我还要来给你。你还要再比啊？是是是，不能这样就认输了。哎，那麻烦乐队再找我一首歌曲，好吧？万里长，何处
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杯中千里山，天边归雁啼残霞，相关在何方。这个歌还要让一下的，那真的是大歌了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来准备，心里要准备好。哦，好好。前奏就可以了。哦。快呀！观众的掌声马上就知道了。还好，还算冷静。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天不言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我来跟大家打打招呼。回到你最想回忆的年纪，最美的事情。哦，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唱。我先请一楼的跟着我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难以。好好听啊！哎呦，谢谢你们，二楼的。这不是间，不要害羞，来大声一点。
放了你们的门，欢迎你。那海风给自己掌声。明天见。
想你就也行，此刻在江畔告别，曲终人散回头一瞥，我想我们两个应该是不是用合唱来结束今天晚上，因为我们用合唱开始今天晚上节目、对不对、所以合唱是最好的，那要选一首歌曲了。我看这样子好不好？嗯，当我们小的时候，这首歌好相当的感觉很，哎呀，如沐春风之感。 好、好，为您带来，谢谢老师。的时候，是长手挽着手，唐山七夕唐下头，不知道什么是忧愁。当我们小的时候，是长手挽着手，你摘花儿我折柳，走遍了山间有山河，花红柳绿山依旧，青春不长留，只有往事在心头，换得人消瘦。当我们小的时候，是长手挽着手，竟不是小时候重温那旧梦不能够。谢谢这边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花红柳绿山依旧，青春不长留，只有往事在心头，换得人消瘦。当我们小的时候，是长手挽着手，如今不是小时候重温那旧梦不能够。重温那旧梦不能够。
旧梦不能够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，晚安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还好没人合唱，没有看到人家嘴巴跟着歌词走的，有吗？完全正确。在黑暗中，大家很含蓄。这是表示你的歌真的红得非常彻底。你别再称赞我了，你还有歌曲呢。就是我还要来给你，你还要再比啊？是是是，不能这样就认输了。哎，那麻烦乐队再找我一首歌曲，好吧？还要让一下的，那真的是大哥了。我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好好好，我来准备，心里要准备好。哦，好好。前奏就可以了。哦。快呀！观众的掌声马上就知道了。还好，还算冷静。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变不变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。
态性非常敬业，舞台剧各方面，他私人的时间通通几乎是奉献在舞台上。谢谢。而且我自己也是歌者，这个自己心中也是非常欣赏的歌手真不多，您就是其中一位。哇，谢谢。而且我难怪你歌唱得这么好，耳朵这么好。而且经常还靠了您的影子啊，在吃饭。靠着我的影子？哎，我常常在模仿歌星的时候都不会落掉这个蔡琴的模仿。哎，大家想看看，你真的靠着我的影子在吃饭。哎呀，那我要好好检查一下，你这个有没有把我这个影子弄歪掉？哦，那这个蔡琴歌唱，她的眼神。可是我很难学，我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。不不，你特别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过于高雅，你学得来吗？不会不会，你就是这种高雅的眼神，跟观众在四目相交的时候。这个也可以学吗？可以可以，你的眼神最难得是怎么样？有一点迷惘彷徨，对着远方的时候，眼睛不用睁大。但是又好像寻找到了目标，又睁大又失落，就是这个感情。这样子好了，不如具体一点，我给您来一段蔡琴的歌，她的表情眼神看出来。哎，真的来了。那样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就怕你会看穿我的心。我的心在澎湃，想要说明白，你不要想流汗。厉害了，也是个调调吧，你看好可怕，我不知道我眼睛怎么唱唱会这样突然这样放大在说。稍微是夸张的一点，因为学人家都要夸张一点。是是，说的不容易，费心。今天模仿您啊，我又寄养，想起昨天前两天周华健在这里表演过是吧？我赶快让开，我知道他干什么，很可怕。听说本地朋友也很喜欢，我也给您来一段好不好？一男一女嘛，周华健的歌声您听听看。耶、大家好。纷飞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要怎么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万般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追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可以吧？哎呀，把您给吓得跑了那么远去了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是吓跑，你知道，我刚刚说我的歌舞剧，我自己就是制作人。制作人啊，除了自己，万一他会演戏，他可以当演员之外，他还要欣赏，还要搜索，还有什么还要搜索可造之才到底在哪里？哎、觉得我可以？我觉得你让我非常的这个疑惑呀、啊。哦，可以加盟您的剧团。不是，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。哦。你当然以你的才华简直是没有话讲，但是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学别人的时候比自己唱歌还精彩呢？哎、你刚才唱歌的时候，你刚才唱歌的时候动都不动。啊、哎。哎，自己学别人一附身以后，他突然生动起来。哎，那奇怪了。所以你这个人不适合当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这真是，我将来要好好改进改进。你改进，你不用改进，你这样以后呢，我们来学费玉清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专门负责学别人。如果你们要看他表演这个模仿看个不停的话，那咱们就退了。哪里哪里。以后也不用请蔡琴来，自己就可以学了嘛。就像您这个衣服的颜色一样，您是红花，我是绿叶。谁的歌比较红？听前奏，大家就会就掌声，表示你对这个歌肯定，你就用掌声告诉我们两个，到底我们两个谁比较厉害？谁对谁的歌熟悉？对，观众对谁的歌熟悉？麻烦，给我来一首我的歌曲给你听。好的，我来听听看，掌声准备要公平啊！哎呦，只不过前奏哎，你看看，大家都熟。一姐妹，我在留恋，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我那美好的前程，珍惜你锦绣的人生，愿你走进甜甜梦乡。
先请一楼的跟着我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我难以好好听你。哎呦，谢谢你们，二楼的。时间，不要害羞，来大声一点。
大海中，给自己掌声。这样一听就知道、哦、但是属于跟蔡琴的观众比起来比较歇斯底里哦、嗯、你看我的观众没有人发出声音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用前奏再来证明他们隐藏的热情、哎、马上迫不及待，到底有多少人在、啊、不能再隐藏了、啊、哎呦
的时候你还年轻啊。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一路